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地方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很说孤啊，这地方我来到好像才回到外国这样啊。对，这地方其实是比较像国外，因为它的建筑不会高，然后都很大间，而且是道路很大，而且人的感觉又不一样哦，在这边来来往往的人啊，对，好，很像欧洲的国家或者澳洲国家。这地方就是达曼萨拉的 IKEA、哦、还有 ICANO， 然后对面就是 The Curve 好像没有什么去过。为什么我们来这边呢？因为也是要拍给大家看看一下这边的新年装饰。是，其实 The Curve 每年新年我都会来看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装饰是挺不错的、嗯、不过自从 Pavilion 开始做到很棒的时候呢、嗯、那我就偶尔会来拍，嗯，错过了圣诞节，不过新年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。好，待会我们再去一定要买一点东西。好， Let's gogo. Th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, and the name of that ship was a Billy O.T. The winds blew harder, bowed it down, blow me, bully boys, blow. I'm the fun. 对，然后他就会知道有人要过马路了。对，他会尽快安排给我们。对，给我们。对。哇，很人稳。我扫一下周边的环境。哎，你看那个。哇，一只什么？独角兽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。肯定不是龙，龙马精神的马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 The Curve， 因为是星期三啊，所以这个时间又是2点多，所以基本上班的已经回去了，所以现在只有有闲有钱有，哎，你讲我啊？啊，有时间的人才会来的。走了，给大家搞一下这个环境。这次的 Curve 的这个新年的设计呢，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经验，就很一般。如果它的地毯可以用红色的话，会有更多喜庆。它是以青色为主。对，比较一般哦。对，我觉得是比较一般，感觉上 budget 好像有一点 cut 了。没有，不要这样子。那边有个酒吧街是吗？对，那边得再带大家去看。然后这条龙呢，算是金龙啦、OK， 是切出来的。然后我不是很喜欢，因为它用的是英文。没有中文字，从我一踏入到现在，我没有看到中文的字体。就算它的大拱门也是用英文啊，这点我真的是有一点话要说。你可以用英文，你可以用马来文，不过中文肯定不能够没有啊啊！这个我对这间的 Curve 有一点失望啊，真的。我觉得这是华人的佳节 ，OK， 华人嘛，你怎么样都要有一些中文字母。然后我现在看到的是，你看，连这个凉亭都只是写英文的 Curve， 没有中文字。不是讲我非常 pro 中文还是什么东西，不过我觉得华人新年嘛，你怎么样都要有一些华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。OK， 除了装饰，这个中文字哪里可以少啊？这一点我很生气，完全没有中文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The Curve 真的让我非常的失望。对，那我们走吧。走了。本来是很开心的来到了，然后现在发现到呢，整个 mall 呢，它只是用中文，它整个 mall 呢，它只是用英文字，啊，你也可以用马来字，然后再加中文字，我很开心。你现在是完全没有，你完全只是英文字，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啊华人新年的话，我就觉得我有点不开心。如果是 Christmas， 你用英文我没问题，连个福字都没有，对。
都要说恭喜发财啦，新年快乐都没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对我来讲，我真的是很生气。我身为华人生气，我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生气，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东西，不因为是我是什么身份。我也觉得，我不只是觉得是我是大马华人，我觉得我是因为我马来西亚人。我马来西亚人，我们有那么多元的文化，现在是迎接华人农历新年，你竟然连那个中文字你都没有挂上去，那你把中文字当成什么了？你把这个中华文化当成什么了？不要做了，不要做了。对啊，你干脆不要做，我还好，真的。变白。算觉得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个课题吧。对，大家可以看看一下，一间 shopping mall 你竟然有华人的这个装饰，新年装饰，不过你完全没有中文字，你觉得这个 mall 的做法你认同吗？你觉得如果他觉得认同可以这样子的话，那你也在那边写，如果你觉得不认同的话，你也可以发出声音。对我来讲呢，我是很传统的华人，马来西亚华人，我觉得我很不开心，我觉得他没有尊重我们华人的这个啊，华人的节日的这个文化，就走了喽。本来想再好好的介绍这间 shopping mall， 不行，不过因为看到他的那一个格局，我就不是很喜欢。真的会觉得，你真的要让我这么置身于国外吗？就一个中文字都没有吗？对对，完全没有。OK， 我很生气了，不要拍我了，不要拍我了。对，我们就来他的隔壁的 Lotus 吧，嗯，来买一点东西。